지 I got moonlight sunrise. 近日超火红的恶魔微笑滤镜，只要嘴角上扬，就会变成可怕的微笑恶魔，让不少人跃跃欲试，挑战在滤镜里吃东西不变身。而韩国女团 TWICE 也分享了挑战的过程，其中志效明明还没变身，却被定延攻击，让在一旁的 Momo 一脸懵，最后还疯狂被打，大型互殴现场实在太爆笑了。